为三位百岁人瑞欢庆寿辰，慈济义联会散布欢乐。劲歌热舞，还有深情老歌。分送欢笑也从大厅到病房。爱的礼物，我祝你幸福。午后活动为结龄六十年钻石婚以及五十年金婚的夫妻档颁发奖状，见证老一辈的情感。一连串演出，长辈们意犹未尽，相约明年再见。带新闻，真善美志工桃园综合报道。环保署每年都会